早上六点，依循佛号声，众人虔诚，要为天下人祈福。因为疫情也是没有比较平静下来，是越来越严峻，所以我们以很恭敬虔诚的心来祈祷。疫情当前，人心难安。佛陀诞生日，菲律宾慈济人朝山祈福，小静思前，三步一问讯。朝山是三步一拜嘛，那手就要接触到地面呐、啊，就是也很不干净哈、啊，所以就是啊、三步，然后一问讯章，很恭敬的啊鞠躬问讯章。做好防疫，步伐稳健，相同的信念，祈求平安吉祥，祈求无灾无难。大爱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。